就好你没有哥，既然哦，慧玲已经嫁给别人了，你的人生哦，可有足长一段路要行呢。你要迈开大步向前看，不要因为以前的事情绊住了。无听到。 算是提高被安排啊，他让你错过这一次，是要让你遇见对的，所以哦，你应该好好过日子，让大家放心，安尼才对，知无？你讲这道理也晓拢捌，但不过不是每一个人有做会到的，我今晚把这条去解开。 我甲伊过去遐种种，都好亲像破电影共款，一步一步扑起我脑海来。一个过去，你用心，用真情去爱一个人，要甲放我袂记，太困难嘞。 爸爸，昨日心肝头啊，一定真疼。因为啊，你甲慧玲恁的感情，一路起来都真坎坷。也毋过，咱是查甫囝，咱来提起放下咯。当阿是阿勇伫咧讲，人生还阁有真长的路在等你行。你明日为着感情的代志，安尼绑掉掉。 全归一己失志落去，你是要人甲你看无起？爸，是，这段时间还得为了我代志在操烦。放心，我一定赶紧振作起来，我会知影我未来路要安怎行。 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就放心吧。对啦，有一段代志哦，我需要甲你讲。啥代志？恁妈妈有来看你。我妈。嗯。你伫咧昏迷当中的时阵啊，恁妈妈自头到尾拢坐伫你的门床边，一直伫咧关心你，一直为你伫咧祈祷。 伊毛将恁过去一切代志啊，拢总讲我听。我感觉哦，天公伯真正足好创治人诶，恁妈妈嘛足可怜诶，伊一路起来啊，嘛受真侪拖磨。阿妈咧，伊什么人咧？在倒啊？讲着这样，实嘛足拄好诶，伊啊。 就是小英，恁都舒适不爽，迄栋大楼底下做清洁工。啊？对啊，伊讲常常送爱心便当给我食呢，我拢唔知影，伊就是个亲生妈妈。哥，歹势啦。你莫安尼讲，啊，即马赶紧去带我去看。当然，咱即马入去，哈。 阿嬷嬷，四个马拢找无，我想跟凤仪应该下班啊啦。啊，你刚才在哪里？是我啦。许律师啊。那个管理员，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在这边打扫的金凤仪？凤仪，她好像失踪了。失踪？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今天上午警察来过，说在海边好像有发现他留下来的东西，还是遗物什么的。详细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这，勇哥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
我问你，大楼管理员说我妈失踪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打给心仪，她也敢过来。哥，哥，你醒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志伟刚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他找到妈了。那我妈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我们还不确定。我们在海边找到两个包包，在包包里面我们发现一个良医事务所的申公袋，还有面值100万的支票，写给林建峰女士。经过调查以后，确定这支票是由良医事务所的张律师所开出。目前我们没办法联络他，只好通知管理员。还有，有目击者说，在海边看到一个矮小的妇人往海里面走去，然后一个大浪打来，就消失了。我们在海边找到这些东西，还有这封遗书。遗书。葛洪、心仪、文良。这张批，恁会当了解妈妈。希望恁会当原谅我，也希望恁三个人会当赶紧修成团圆，互相扶持。这是妈妈最后的心愿。幸福亲像花蕊的清香，我心碎。人生的甘甜。哥，什么？这投海自尽？哎呦，这说到金凤真是可怜呐、啊！这么多年都在找他的孩子，这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，这一个一个都不认他。哎呀，也难怪啊，他这么的失望难过。这换作是我，我干脆一头撞死算了。哎呀！伤心归伤心嘛，这世界上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？这干嘛走到自杀这条路呢？这金凤啊，这真是想不开呀、啊！现在队上同仁已经全力以赴搜寻他的下落，希望会有奇迹出现。可惜，根据目击者的说法，他应该凶多吉少了。快回来吼，慢一点回来对不？一点回来对不？心仪，你较冷静的，妈一定会回来。你也对伊有信心嘛？哦，没有代志的，哦。长官，不好意思，有没有我妈消息？很抱歉，我们的搜救人员从昨天傍晚到现在，一直不断的搜寻你妈妈的下落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长官，拜托你，一定要找到我妈！不管怎么样，前面一定要继续搜救下去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你放心吧，搜救人员都还在持续当中，而且会扩大范围和人数，在附近搜索。如果什么消息，一定马上通知你们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再继续努力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小孩吗？你喜欢我？你喜欢我？我要报警了！心仪，你听阿爷讲，你较冷静诶。你麻烦你要自救好无？这摆妈是死是死啊，唔知影。我一定妈阿个活诶啊！啊，你要对妈有信心，好不？妈，心仪，妈，心仪。妈呢？哦，心仪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这你们一家人都失散这么多年了，这好不容易18年后才找到，这多不容易的事情啊！换作是郝曼怡我的个性啊，我早就敲锣打鼓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这可是你不断不原谅你妈，你反
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啊，所以他就走上绝路了。哎呦，好慢呐、啊！你没看心仪已经这么难过了，这也不是他愿意的，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？心仪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同事跟我说，我们还没有放弃搜索行动，只要有希望，一定会有奇迹的。是好慢，你们听着我在叫你啊，金凤啊，你赶快回来吧，这你的儿女都在这等着你呢。金凤啊，你赶快回来啊，他们都知道错了。好慢，你在叫魂儿啊？这你没看心仪已经这么难过了？心仪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再哭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叶红大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以我对我妈的了解，她不是我们儿女没有办法跟她相认而去寻短。我如果没有猜错，跟支票有关系。你是指张文亮开出的支票？没有错。我见过张律师一次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正直懂是非的人，我不知道这张支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，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他真的是你们的弟弟，一定不会这样对自己的妈妈。哥，那现在你去找伊，不管哪，咱拢要把代志问清楚。